工作人员说你比较像二哈，我才不像二哈嘞，我像边牧，我边牧比较聪明。旺旺，我喜欢狗嘛，他们也都知道，他们就会帮我去找。然后我最近说我想多找一点边牧的，因为我喜欢边牧，之前用的都是其他的一些品种，但我也喜欢，还是挺猫。我之前问过什么叫狗狗眼，你说我这个就狗狗眼，挺好的，我本来就喜欢狗，当然得像边牧了。我想养边牧，这个人真的挺喜欢狗的。狗。抱紧你，对你大声说我爱你，感谢你，我想你。我等了你一天，你就跟我说了两分钟，就要和我说完了。晚安，我是你的张哲瀚。好狠的选择，你是最